大家好，这是我新买的这个宫灯长寿花，它是带原土发货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宫灯长寿花，我们买回来应该如何上盆。上盆前呢，配土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长寿花它也属于是多肉的一种，而且呢它也特别的怕积水烂根，所以呢我干脆就不用这个营养土给它栽种了。那么我用的就是多肉土，主要是一半的泥炭土加上一半的颗粒土，这样呢它更不容易积水。那么给它配好土之后，我们就来上盆。上盆前呢，我先在盆底垫了一层陶粒，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沥水层，而且不容易积水烂根。然后呢我们给它填上一点土，放上一点土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放点底肥。那么我选用的底肥的话呢，是这个鸡粪，大家看，就是这个鸡粪，它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有机肥，里面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特别是氮磷钾特别的丰富，所以呢我们使用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这种完全发酵好的这个鸡粪，一点异味都没有的，然后呢直接掺在盆底给它垫上一层就可以了。放上鸡肥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它垫上一点土，不能够让这个底肥啊跟这个植物的根系呢直接接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上盆了，直接带原土栽种，这样呢更利于它浮盆。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正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再给它填上土就可以了。栽种的时候呢，可以给它轻轻压实一下，这样种的会更稳一点，不容易倒伏。这样就栽种好了。因为我使用的土呢是潮土，所以我栽种之后呢就不用再给它浇这个透水了，然后再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缓苗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这个宫灯长寿花呢就完全栽种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